汤姆有认识那么久吗？你跟汤姆有合作那么久吗？哦，我跟汤姆有。哦，那不好意思。汤姆你赢。好，汤姆你赢了，来解释一下。因为我其实看完 MV 之后，我觉得他现在开始有性感。哎，我觉得他可以好好谈一个恋爱。工作很重要，但是恋爱也很重要。是的，是的。而且我觉得他现在的恋爱的话，应该就会非常的顺利。希望你可以找一个好的介绍给我呀。没有问题。就身边的哥们180，然后尽量是长得帅的。条件这么需要有车的吗？汤姆吗？你要介绍汤姆吗？不要乱点鸳鸯谱哈，这个挺好的，这个就是事业起飞嘛。对，也希望爱情圆满。希望我可以找到一段顺顺利利的爱情。耶、yeah, ，真命天。然后希望或许你也可以，我们一起。哎、欸，好，来我们合照一下，我帮你拿麦，好，可以，好，而且这种东西通常都挂车上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买了一台车之后，就要买个玉手挂在车上，感觉特别戏剧的概念。谢谢歌曲，好，请看中间，希望这个鬼鬼呢 ，Emma 啊 ，Ghost Emma 在事业的起飞的此刻也能够啊，在这个爱情的旅途上啊，也有遇到真命天子，又高180是吧？又要帅啊、哦！好，来右边，右边麻烦，谢谢。好，左边需要吗？左边，左边麻烦，好，谢谢各位，左边。